大家好 ，ST 到今次就要介绍港铁呢个港铁沿线有礼扶手电梯安全篇啦。咁就其实真系一个港铁康乐期啦，系啦。咁就系同埋呢个 people on board 嘅整呢啲桌上游戏嘅公司合作噶啦。咁就四围都系有个咁嘅嘢啦。咁啊话可以2至4个人玩，15分钟左右。6岁以上先玩得喎。咁我睇下你3至5岁嗰啲叻唔叻咧，系啊，石有例外嘅。咁啊，教你点玩嗰啲嘢咯，关于游戏啊，话港铁致力为乘客提供安全、清洁同埋舒适嘅车厢、乘车环境同埋等车嘅环境。咁为咗确保乘客有一个安全嘅港铁旅程，安全舒适嘅港铁旅程，系有赖乘客嘅合作。咁港铁每年投放超过80亿。就進行資產更新同埋維修，並持有嚴謹同埋完善嘅維修保養制度，確保鐵路及網絡內嘅設施，包括車站扶手電梯，一直維持最佳狀態。系統內超過1000条扶手電梯每日為乘客提供服務。一些較大型嘅車站有多條扶手電梯同時提供服務。乘客每日都有機會乘搭扶手電梯，所以港鐵非常注重扶手電梯的安全，並希望透過這個遊戲讓小朋友從小培育正確使用扶手電梯的好習慣。那就任務架隻棋輪流扎色仔，跟住將快到目的地，同埋邊個設計嗰啲嘢咧，有邊個授權咧，咁就呢個就要解開佢啦，係手指解得開嘅，佢虛線嚟嘅。咁就係啦，佢啲棋就攝曬到嘅，不過當然有機會跌出嚟，好似呢個呢一 pair 人咁。嗱咁啊，色仔就亂咁碌嘅啫，係啦。咁啊，可以見到有啲棋入面啦。咁啊，咁樣掏出嚟。咁啊，估唔到金屬嚟嘅呢啲，好似大富翁咁啊。咁啊，全部噶啦。咁啊，冇嘢啦。咁佢仲印埋係應該擺啲咩咁啦，驚你唔知。咁啊睇下棋仔先啦。咁啊首先一個大肚婆，係啦，有啲啲金啲鐵咁嘅嘢，有一啲金屬油定係銅，都已經係咁噶啦。我估冇油油，係隻金屬原本咁嘅色，係啦。咁就大肚婆啦，係啦。咁啊唔知邊個會揀呢只棋啊？跟住。呢、这个一个婆婆同个孙挂系啦，总之一个老人家拖住个细路女啦，咁啊两边一样嘅啫，系啦，咁啊一只啦，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、是、个老人家，应该系啦，有须嘅，系啦，全部都系嗰啲关内座优先使用嗰啲人嚟嘅，跟住最后一个。普通人一個洞喺度，耶、咁啊，冇話係男定女啊，應該。咁就到個棋盤啦，咁就棋盤後面咧就睇下棋盤後面先啦，上面好似 poster 幾有趣，好難開添，成幅地圖啊。咁就咁樣啦。港鐵沿途有禮扶手電梯安全篇 MTR 森林社會係啦，咁另外一邊就熄咗風扇先，等一陣，真係成日吹氣咗，咁就係啦，機哥又喺度啦，咁啊呢個啦，選出呢個旗子代表自己，跟住輪流扎色仔前進啦，咁啊各自都前進。咁快啲去到96格啦！咁我計過曬，總共有成10層高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咁啊，唔知邊一個車站咁勁啦，要有成10層嘅，仲要有冇閘機？我最頂先有，最頂嗰層先有。咁啊，唔知下面呢7層有咩用啦？係啦，真係勁攞命，我覺得係啦，應該冇可能嘅啦，係棋先會出現啫。咁我就求其拉個最正常
冇任何特別嘅人啦。咁啊，咦，一咧，我一喺度 ，OK。OK 嘅色仔啊，碌咗俾人碌咗，係粒色仔木做噶啦，係啦，木做咁樣剁曬一至六咁咯，好簡單，冇特別。咁啊，你就不停咁樣扎色仔，咁一二三，跟住到第二個扎咁樣，人哋鬥快。鬥快啦，鬥快上啦，一二三，哦，有得行樓梯，我行死咗了，跟住扎扎扎扎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跟住啊四，一二三四，好嘢，上一層添啦，跟住啊，有四格，一二三四。睇下搞幾耐啦，自己一個玩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未有嘢住，四，一二三四，五，一二三四五 ，oops， 一二三四五六，好彩冇坐啲扶手電梯落去添，好彩冇，我六啊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四一二三四，點解有隻兔仔？其實我冇明。一二三四五，我要落花塵，多謝曬。五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啊，最過咗啦。暫停一次先啦，得我一個。三，一二三，哦到啦，啱啱好，啱啱好。今日就我一二仲好，去埋嗰邊。係啦，咁啊呢個總共100格嘅應該，但係去嚟到96就冇啦。係啦，佢冇再解呢度啊。係啦，咁啊呢度見到個香港嘅背景啦，香港城市嘅背景啦，街燈又升。咁啊，唔知边个站啦，佢呢度又冇话你在此嘅，系啦，咁啊有紫色，好似铜锣湾，有蓝色，好似地底车站系青蓝色，坚尼地城，跟住粉红色就更加冇啦，跟住呢只咁嘅色，好谂起上水咯 ，OK， 呢只就又谂起粉岭，喂条颈岭，唔系条颈岭用呢只色，有冇咧？何文田又深色啲，完全唔知咩站嘅啫。呢个可能李东啩。咁啊，哇，8分鐘啦。系啊，咁啊，成个游戏整体就系咁啦。咁啊，当然唔系得一个人玩嚟噶嘛，好似头先咁好闷嘅啫。咁啊，当然啊，同人斗快咁啊，紧张啲咁啊，赢咗开心啲，输咗就咁啊。最多四個人玩咯，咁當然如果你嗰次嘅書展你整多咗幾盒嘅話，咪可以會多啲人玩咯。不過有排擲咯，即係擲嚟即係點啊？擲勁耐都未一個圈，同埋啲人都即係啲棋不停重複，咁未必認到咯。所以諗最多都係四個嘅啫，如果係四個，除非你喺呢啲公仔度遊顏色咯，即係遊咗兩 set 噶嘛，一 set 紅色，一 set 啊綠色咁。跟住之後啊，可以一齊玩咯。不過八個人一齊玩係耐啲噶啦，始終你咁集法，我諗成半個鐘都唔知得唔得。係啊，咁啊，嗯哼，呢條片嚟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唔知你覺得呢個好唔好玩啊？設計 OK 嘅，不過當然就超簡單啊。另外嗰個好玩好多，不過就貴啦，同埋難贏啦。系啦，成兩嚿，即係三嚿水咯。我當佢290幾喎，大佬，三嚿水一盒嘢，咁就佢100蚊，佢100幾200，我就唔係100幾爭啲200，咁我都覺得正常。但係佢就嚟300，真係貴得滯。係咯，咁啊，唔知你覺得點啦？咁啊，呢條片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